伊石头工厂差不多有300多间啊，平均两个都有一个在做鞋啊。以前大家在开玩笑，结婚30年吼，阿公要做困无3个月啦。讲哦，拢大家拢真有效率，困3-4个月尔，大家拢变3-4个囡仔出来，啊就是安尼啊，查甫过暗时，太太过日时。我伫石头做鞋啊，当那高低真低啊，有诶做30几年啊，毋捌拄过像今年遮歹。包括遮做手工的女工衫吼，真正需要这份的薪水。食到遮大汉啊吼，唔捌遮尼悲观过。暗时啊，等阮太太去困的时，我伫楼顶是准备要写遗书了。去帮我高兄，他的东西很好，就只差我们的包装。我明年3月的话，我要直接去打我自己的品牌。他自己要去接单的，他没有做代工、啊、然后是不是很多老板就不会找他代工了啦？我要的是说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就好了。你反正你一摆机会尔啦，一个品牌要杀本来就无遐容易啊！我这一箱卖50，搁保固6个月。啥嘛？不过今仔日我都赶巴拉来呢，我都赶水蜜桃。哈哈哈！你讲买50块呢？同学要不要填个问卷？我们送好穿的袜子。我袂讲要做个上大，做个上迄落，唔过我会个代志做个上好。咱无后台，咱一定要靠家己。做任何代志，拢要比别人搁较认真啊！我想要跳出来，搁抬一摆球。